蚂蚁怎么可能会是力气最大的动物？好像小一只，它比马有力啊！我们都没有想啊，我们直接去看。我问 Annie， 这个很犀利，我很害怕啊！没有啦，就犀利的啦！哎呀，你喜欢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哇！什么上面还是下面？回到我们的龙年不龙利，我是 Flora， 我是 Dixon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，耶、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ie， 祝大家龙马精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yoki，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爆美爆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acy， 祝大家龙年吉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耶！哎，听讲哦，他们上一集很像不简单哦，好像效果很好哦。我是觉得 normal 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、全部都可以玩到更梗更点。他们一定是属我们的，是我们一定赢过他们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嘉宾都有信心，肯定肯定。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分组环节。你抽谁呢？我抽谁呢？喂，蓝色，黄色。OK， 所以要给嘉宾抽一下。那、okay, 我先吧，来第一个，看一下我抽到什么颜色。喂喂喂 ！Oh my god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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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游戏环节。水泡水泡开呀，心情就开怀，不可忍的人，我们一起唱出来。
五、大团圆，大团圆。我扛了，哥哥有一个扛掉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乘风飘一飘，轻轻跟哥摇摆。呼 ，L， 一起跟哥哥。OK， 跆拳道，噔噔噔噔噔。OK， 啊，哎，大腿，哎，大腿，哎，大腿，大腿，大腿。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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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应该不是，不错，要成感啊！对对对，太聪明了，佛拉，你好像有点要成感是吧？邓紫棋是心邓，一二跳，肯定心邓啊，不可能姓李吗？长颈鹿是肉食动物，一二跳，狗是动物园里常见的动物，一二跳。这个狗没有在动物园的嘞？流浪狗，流浪狗走在动物园里面吗？水星是最接近太阳的行星，一二跳。是火星吧？所以全部人抽到我，没有中，我全部没有中。蚂蚁是力气最大的动物，一二跳。蚂蚁怎么可能会是力气最大的动物？好像小一只，它比马有力啊。对呀，错了，二十二，哎呦，你好明星，你聪明，明星对明星对，他其实是乱乱跳，他其实是乱乱跳。兔年吃年糕的寓意是步步高升，一二跳。哎，是吧？年有余，是吧？年吃鱼才是年年有余啦，年糕是步步高升啊，对呀。肯定是我们组，因为刚刚我跳对蛮多了。我刚也是跳对很多。我相信我队员还是可以赢的。还是可以赢啊。有一点机会了，有一点机会。他数学好。精彩的那一组。耶！哇！哎呀，刚才讲到这样有信心，现在被打趴脸。没有，你听我讲完有信心了。肯定你会输。就是哎、啊，什么问题啊？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现在进入我们的惩罚环节了。啊，还有惩罚环节？肯定了，输了不用惩罚、啊。队长惩罚你来做。可以看一眼，你做，我们做，队长做。好啦，两个都是死的啦。最近吃了很多维生素啊，我觉得可以给你们吃。他半颗真的是没有减了，他真的是半颗。大一粒，所以就是一人两给啊。哇，你看，只是给真皮啊，刚刚好啊，就是这种八欧链的。是啊，这个嘞，好吃吗？传来了，我觉得没有我吃过的这样酸嘞。它这后面是甜的嘞，再给他一粒。你们是要给他？哎，你讲摆不下去啊！我的脸都跟着酸，好酸。脸酸也不酸呗？
他讲这行念 lemon 是吗？lemon 可以加，可以加 lemon。你讲是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但是很酸，吃多一点健康的。要不要加吗？加加，就是加很甜，我们加。没有加，我加加油，很想觉得。对，我看一次很多片呢，吃很多片啊。我的锅，我吃多一点。看一次，他去你皮肤都白哦，现在。他还要加给你的，你一人一半。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！我觉得好东西要分享啊，这种东西啊。那个 Flora 啊 ，OK。没有，是不是酸？是不是很甜？是不是？这个真的很酸啊！有两粒，甜你妈！是不是比较浅啊？颜色酸啊，甜。这个酸。如果讲甜打死啊！那水吃到一半了，你猜我的，很酸。有这水吃一半的先，我们有吃啊，是你吃一半，否啦否啦，不要浪费食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浪费。OK 啦 OK 啦，帮帮我们固定帮，对，我们帮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没有这粒怎么算？这粒，够大片哦，你还可以吃这样多片的喂。他 steady， 他不会玩，可是他会吃。哎哎哎，水，那个口水，他的汁，他的汁。女儿，加油。你还好吗？队长，队长 ，No way，No way， 有那种按摩店的味道哎，按摩店的味道。你的手在发抖，地炸吧，地炸吧。哇，是要最后一口，还有。OK， 吃完了。现在正式进入我们的互问环节，耶！有点爆料。啊、这个一定要爆料。讲到互问环节哦，相信很多观众都想知道，就是好奇好奇的秘密，好奇好奇。这样就要看我们问到底厉不厉害。你们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主要是我们是主家，我们是被问。Tracy， 你在公司里面，你最讨厌的 KOL 是谁？最讨厌的主题，主题，主题，主题。来。为什么？没有啦，因为他还小哦，我觉得。他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你很大咩？不是吧？我想思想还小。思想还小，所以他是一个小屁孩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屁孩是迪生讲啦，迪生讲啦。我讲了，我没有讲到。我讲了，我讲了，我没有讲到吗？我问，我问，问 Annie。喂 ，Annie 这个很犀利啊，这个很犀利，我很害怕。没有啦，我没有这样犀利的啦。网红圈里面，你看过谁做过最尴尬的事情？刚好被你看到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他在一个后台啊，我知道，骂一个化妆师骂得很凶，我就直接吓到。Oh my god！ 毕竟你上一次性幻想是什么时候？你不要跟我讲没有啊，你们每都有，每什么？这个我要解释。我们都没有想了，我们直接去看，是不是后面的朋友们？后面的朋友们不敢讲话，直接看哦，直接看的。我们没有想了，几只哦？三个礼拜。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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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上来，上来 ，OK，OK，OK。你喜欢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什么？在下面。他懂的，你看他。我也想知道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。来，等一下。啊？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他不喜欢动，他喜欢给人家动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还在等。真是。就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《龙年不Lonely》，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看我们的下一集哦。没有错。还有记得听我们的新年歌。哦。一定要去听。龙龙向新年好，龙龙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唱出龙龙龙向新年好，龙龙龙。十一加二十二等于三十三，一二跳。错。十一加二十二。